你扭掉就好，扭掉还挺赚的，你别说，你学一号三啊，没带什么。我如果不学这个一，要被他变暴心态，再咬个一百血，更玩不了。哎，挂回击吧，不该做这种演的，库鲁西，一个兵补不了，学一个兵补不了。 就你有打野，漂亮，最喜欢的江狗，法力啦，舒服，享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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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他把闪现交了，这点才是最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单纯抓死其实还没有那么舒服，你懂吧？就是把他闪现抓出来还抓死了，然后我们还没交任何一个技能，这种才是最爽的。干嘛？ 这么贱好吗？完了，补不到了。 还好，我以为补不到了，死不了吧？嗯，这能死，我有点不太能接受。 直接去打断他，一旦游戏结束了。我蓄势待发。 哎呀，贪了，感觉没必要了。
干嘛？大潘，大胆！真的是逼个胆！艾克打你，你还敢还手？坏了，他不是巧克力杰斯，他是薄沙流杰斯，完了。谢谢橘子的钻粉，阿里嘎多。今天三连胜，心情有点好。果子吗？永不动摇。他不会心实了吧？应该不够吧，他零杠二杠一78个刀应该侵蚀不了吧。 OK， 侵蚀不了就行。哇，他要是侵蚀了我不能接受了，太猛了这玩意。小心啊，别被抓，这不飞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位置不太好拉 Q 啊。对着拉 Q 太差了，但是还是想尝试一下，只能说带重振杀了，不卡的话一上去重振没卡杀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神人追名主力，我避之不及。现在战斗力有点尴尬，卡在这里。这名字人人欢呼。
下的名利人人在乎。慢了，不好意思。慢了。哎，醒醒！请随意，困兽的号角是弱的。看你不打木鸭，说是我还特意等了一会儿，木鸭我一都来了，这么变态，好厉害的剑机构。明显嘛，二段一有点狠。我想干枪。
不是很敢拆逼了吧？这把没怎么吃塔，他把塔吃的太少，经济不够好。还有谁来挑战？今天的松懈便是明天的覆灭。哎，前期不能回血，不能回。难受啊！这波也没做出那什么，好幽默的伤害。我无所不能，无人可打。这波给他吃了个，他才吃了个人头的奥菲呀，这下很难打了呀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Let go. 对面要打了。真的血太少了，这条龙打不了。哎，没人能扛这条大龙的伤害啊！我蓄势专注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rampage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Nice 是呀，莉莉呀，很关键的枪龙啊。有些人穷的只剩下钱。大盘狗想杀两个，这大盘狗，这大盘狗想杀两个，他想 WAD 杀两个。哎呦！他妈忘记他有E了，我他妈！哎，我在干嘛？忘记他有E技能了，完了，急了！啊！忘记他落地没饭了，操！脑残了这不？哎，死大逼了！帽子就能打了，我帽子打不住了。哎，魔刀掉了，魔刀第一波就打掉了。就打出来，我这不急了，我操，你死逼了。然后他那个走向是有闪的，我感觉不好跑了。踩个夹子掉了，老子他妈的600血，牛逼的孩子。老子他妈踩一个夹子就掉了600血。
还是被我骗到了，笨蛋！这种时候绝对不能急啊，一定要晕他，不晕他我就死了，一定要晕他，必须赢，必须晕，晕不到就死，晕到了就赢，必须晕得到，必须跟他赌，赌他比我强。只能跟他赌，跟他赌命，这我真的是跟他赌命。这个 W 绝对不能第一时间踩，一定要等他放了 W 再踩。我操！我是不是踩到夹子了？没有啊，这也能死？怎么平常闪的还不够快？这也能死？